发布了李克强总理将要访问匈牙利的消息，请问这是否是李克强总理首次？ ，我们也注意到了有关报道。当前半岛局势高度复杂敏感，我们还是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够多做有利于形势缓和、有利于所有相关各方重回谈判、通过对话、协商来解决半岛核问题的正确的轨道，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。下一个问题。